我国70%的人口处于亚健康状态。根据传统中医原理，重病是指疾病的累积。腾辉国际隆重推荐 Atera Bio 升级版能量仪，有助于激活人体细胞能量，实现整体健康。 Atera Bio 拥有三项核心技术：太赫磁波，通过光谱准确检测人体细胞的异常情况；生物正弦能量，激活细胞，通过与人体细胞和频率的共鸣提供能量；石墨烯远红外线，提高皮肤表面的温度，加速血液循环，缓解肌肉紧张，减轻疼痛。 Atera Bio 在科学上配备了6种受验证的功能：驱除体寒和湿气，缓解炎症，帮助身体痊愈，净化身体，由内而外加强新陈代谢和血液循环，处理身体毒素和囤积废物，降低脂肪，促进脂肪燃烧，高热曲线，使身体更加健美苗条。美容抗老，延缓肌肤老化，激活细胞活力，暖和身体，激活身体能量，保持身体温暖，抑制细菌，足部除臭杀菌，家庭成员的最佳选择。 Atera Bio 改善血液循环，刺激细胞免疫力。